姐姐，请你介绍自己，唔该。早上先生奶奶，你好吗？我要介绍自己，我叫 Melanie，我今年21岁，我上个月发五十来万，我得从48公斤，我来海洋那人妈有结巴，我没结婚，没有小朋友，我读书读中学毕业。我姓李高，我有工作经验在Jakarta 3年，照顾小朋友3年，健康真 OK，煮餸煮飯，我識少少廣東話，我唔識主語，但係我會注意主語，我唔識注意中國餸，但係我會學注意中國餸，我識做嘢，健康真 OK。手袋、麻袋、晒衫、晾衫，照顾 BB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老人家。我使用作业还好讲，因为我有万多笔钱，俾我自己用买屋建。唔该，谢先生，代代再见，喺香港，拜拜。